兄弟们，我分析的对吗？昨天我和我队友遇到了一个 AI， 他居然能连做20个侧空翻。我和我队友都惊呆了，我给他的动作打出了 9.5 分的高分，但是我通过后来的回放发现了他的真实目的。他通过不断的空翻来改变身体附近的气压，由于他身边的空气流速越来越快，气压变得越来越低，这把枪最后就被压到了天上。而且就在这时来了其他的 AI，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三个人，他没有胜算，通过空翻拖延我们时间的同时，还可以把枪拿到手上，等待他的队友到达再一起送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吗？